会打做的迄个师傅吼，结果吼下作料过去杀青蛙来食吼，啊，迄个变做惨嘞。所以你另外先了解因果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戒心正确了吼、哦，正确啦吼、哦。这个戒心正确了，你才去坐，啊，咱较袂坐惨，啊，迄个是真正坐禅，或者是。不是跟他做是啥物啊？连做嘛是啥？因为思维以行住坐卧，哦，这嘛是咧靠功夫呢。哦，人讲动中取静，哦，我那时啊，你也无可能永远离开这人世间啊！你也袂永远离开这人世间，无你过去搬去月球住、哦。所以你早晚一定爱去面对啊，而且一定爱行菩萨道嘛，对不？像那爱行菩萨道的，敢那莲花吼，莲花从污泥里面出来，虽然吼不染污泥，不过呢，嘛爱靠污泥的营养才会当成佛啦。所以绝对是爱过来度化，啊，唔叫哦营养哦资粮嘛，资粮过了，你才有一切种子。哦，人讲。哦，那免讲佛法，就是一般迄个世俗的事业也是学问，迄种嘛爱练，练到吼成熟有经验。哦，你敢捌听人讲过讲啊？这个人哦，社会经验未使，你敢捌听过？捌嘛？啊，社会经验无够，意思来讲，你吼、哦、你隔离这世间太久了，所以智慧根本未出来。真正智慧要出来吼，你还佫爱有社会历练呢。啊，迄经验唔才有，迄智慧唔才有真正出来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学问都安尼啊，何况是佛法，你爱社会历练面，一定爱嘛。哦，啊，这社会历练，若要有，一定爱吼，你的定力有，来这世间吼，佫袂去哦。袂叫念去，安尼真正智慧唔才有出来，所以吼、哦，袂使坐禅，你知？爱坐禅，啊！你若无这定力吼，你是会坐禅的，你知？好，那这世间的人唔是足侪人足拍拼咧舞，啊舞到尾也毋是舞到足惨，有会惨的啊，会惨的，所以。这道理如果那无了解吼，唔是坐禅嘛，唔是坐禅，就是坐禅甲坐禅。你，安尼有较清楚无？好，过来吼。在这个境的时阵，都要了解佛的境界啊。所以这因地，这叫做因地心，所依境，依这个因地心做你的，做你的起头。啊，然后呢，来修到变果，所以果吼爱。这个因缘意思就是讲，比如讲莲花以污泥出来，哦，啊，从污泥内底吸收营养而成佛，哦，这个因缘就是众生缘的，哦，那个因地心那个是凡夫的嘛，对吧？那是心发心的概念。但是，一个要成佛的人，一定爱安那，一定爱以污泥内底，就是让众生磨到尾啊，智慧出来，一切种子出来，唔只有当得果，对不？所以果从哪里来？果从众生缘来，
磨出来的。但是因的时阵吼，一定要有啥？一定要有这个境，佛法的境，互你做依靠。安尼你毋才知影要哪参嘛，啊毋才知影要哪持戒啊。哦，啊无一开始你就讲讲，安尼业障相当，你爱好啊忏悔，伊一定想无啊，到底我是犯，哦，我是有对调，毋对爱忏，哦，像我台湾岛的人讲吼，恁都爱食菜吼，哦，食菜对恁较好。伊讲啊，我都卖做派头，是安那爱食菜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有的人都唔知影对，你知影？你就该讲，你食错唔对，吼、哦。哦，真正愤怒，未去伤害众生，哦，安尼唔才知影讲啊，原来我食错唔对，所以我爱忏悔，啊，无当要忏对掉。因此，这所依境，这个境一定要先知，先知了吼，你唔才有通，唔才知影通修对无？你唔知影要修去倒去啊？啊，所以知影了，看来修叫做啥？叫做愚痴。先知了，看来修叫做愚痴，相应嘛。496页。第107哈，107经哈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南陀竹园，尔时有外道出家名仙尼啊，这。外道的出家人哈，外道的出家人嘛是叫沙门呐哈，但是唔是内道，是外道的。那正名的叫婆罗门哦，婆罗门是在家的修行人，叫做婆罗门哦。啊，这出家凡是出家的吼是沙门，不过伊是外道的哦，外道的沙门哦。啊，来到佛所。恭敬问讯，以一面坐。白佛说：“世尊，先一日时呢，若沙门，若婆罗门，哦，若遮罗迦，若出家，即以西游讲堂如是亦称，啊、哦，那护南啊，护南那迦舍是大众主啊，他、哦、就是得去内底。”所作啦吼，也是有些是讲，因内底主要中路吼，啊，有500个地主吼，前后围绕着，其中有很聪慧者吼，但是也有钝根的，及其命中吼，这个大众主吼都不计说其所往生处，意思来讲，伊都无法度甲因讲，哎、欸，你以后会往生去对吼。都无法度甲因讲吼，再来，复有莫迦离俱舍利子啊，为大众子，那也有500弟子前后围绕，其诸弟子呢也有聪慧者，有钝根者，及其命中呢也没有办法计说他们会往生哪里。好，如是呢，先设那毗罗痴子，阿耆多次设。钦婆罗哦，迦罗居陀迦旃延尼犍陀罗提子等，也都各跟500弟子前后围绕，一如前啊、哦，都不知道他们往生去哪里。但是呢，却有一个沙门曲檀，这沙门曲檀就是咧功夫做了啊，啊不得了哈，那功夫得。尔时呢，也在比论中言哈、哦，沙门曲檀也是大众主，其诸弟子呢，有命中者呢，就即啊即即说言，即即说言的都是敢讲，讲吼啊某某人哈、哦、会往生哪里啊、哦，或者是呢某某人呢会往生哪里啊、哦，
谋生彼处，谋生此处，哈。有的往生遐，有的往生遮，哈。那我一开始觉得怀疑啊，如何沙门取坛，他可以得如此法？就是讲，哎，因奈怎样因的结果？哦，遐地主要往生，对因奈怎样？哦，这福德开怎样？哈。才来佛告仙女，你不要怀疑啊，因为有惑故，彼则神矣。啊，就是你有疑惑，所以你才来怀疑。无法得到真心嘛，吼，无法得到真心，你也怀疑啊。伊讲咧，有三种的师父吼，何等为三？哦，就是讲哎，有对三种吼，第一种吼，第一种师父，他可以呢，见现在世，就是即世有真正的我，而且呢，如所知说。但是呢，却不能知命中以后会出现什么事。哦，是名第一师出于什么世间？啊，这是世间的老师呢。世间的老师吼，伊才知影吼，这哦，即世我吼，啊，甲即世道理啊。但是呢，命终了吼，唔知走去对啊。哦，敢那唔知伫倒。这一部迄个，哦，学家来对讲哦，不知生哪知死，对吧？哈，啊，所以迄就是唔知影。那福德唔是哈，福德每个人不知生哪知死哈，你生死拢知哈，安尼了解哈，啊，所以这款呢叫做出于世间师。再来复次，仙女有一种师呢，他可以见现在是真实是我，命中之后呢也见是我，如所知说，这是第二款的老师啊。因为呢，这世间有真正的我，啊，死了呢某一个我啊。再来第三种啊，复次仙女有一师呢，不见现在是真实是我。也复不见命中之后真实是我，哦啊、所以这三种师父来对哈，都是讲相关的，第三种相关，啊、哦，好，行，那第三种相关哦，咱看498页，你就知哈。仙女，其第一种师父啊、哦，见世间现在真的有我。如所知说者，这个属于什么断见？想到那断见呢？因为吼、哦，伊未了解吼、哦，啊来世要来世要走一堆啊，伊、哦、敢知影这世呢？啊，唔知来世走一堆是咪断？对嘛？伊都无后续呀、啊，所以这是断见。哦，伊唔知来世会走一堆啊，啊，所以这是断见。再来，第二种老师呢，见今世后世有真实是我啊、哦，如所知说，这是啥？这是常见，这蛮对，因为迄个我吼一变，嘛不是常，啊、哦，嘛不是常，嘛不是永远不变，所以一时一变，你别个动作，迄拢是真正我，啊、哦，因为那个是什么？色身的假我，迄不是真的，哦、我都有讲过啊。但这世间是一定有发相，无对。但是一走吼，这个假体都要老了呀，迄不是真正我。上帝也是常见的哈，哎呀，上帝嘛是常见的。好，所以则是什么常见啊？再来，彼第三世不见现在世的真实是我。那就是非断见，而且命中之后呢，也不见那个五阴身是我，那个中阴也不见那个中阴是我，为什么？那个也是假的，所以非断见也非常见，是则如来应供等正觉，现法爱断，
离欲灭尽涅槃。所以第三种这个是不见现世真实是佛，不见走的那个真实是佛，一个是法相，一个是唯识，拢总唔是哈。真正才是，真正是爱啥？真正爱真心那个是，那个是真正我啊。好，那什么叫现法爱断？意思就是讲，你干那改袂使，你一定要确确实实知影，你已经对财色名利拢袂爱啊，迄个算真正断。你干那改尔无？所以有一部论吼，内底讲起讲吼，人是啥物时阵才有解脱的心？就是讲你的对敌的心有出来，才算作你的解脱的心有。你若对这财神命里对敌的心拢无出来，安尼吼，你无解脱的心，无解脱的心吼，就是讲你做足侪善业吼。那我那是人天圣而已，福而已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是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你若对这世间的财神名利，你还没办法断这贪爱的时阵，你真正解脱心吼无出来。所以那安尼时，你甲停顿伫个了解而已，理解尔，还毋是？还毋是真正有解脱之心？那毋是真正有解脱之心，你所行的种种的善业，拢停止在哪里？人天生的福而已，所以这很关键的哦。你要讲对敌这世间的贪爱，你一定要有出来，你无出来，你就是停留在人天生，哦，你连声闻圣人的程度都无，唔免讲菩萨，哦。希望大家爱记的，但是呢，这款要哪皇冠，你敢知？这款就是爱靠定皇冠。所以希望恁若有闲的时阵爱练坐，坐好静落来，静落来吼，就敢一个浑浊的水吼，互沉底。心底吼，水清了，你才知影讲啊，原来我对这世间阁有贪爱，无你看无，你会一直了讲你咧行菩萨道，结果哇，唔是，哦，所以爱认定，爱认真。这吼，这会让咱的佛性较容易出来。有用都爱练，哦，无论安怎苦，你都爱练。有个人会想，我伫只坐是咧呆坐，唔是，伊唔是干呆坐尔，伊就是吼，你若有理解了吼，你咧坐就唔是啊。无理解以前咧坐吼，惊。坐禅，理解了咧坐哦，无同。理解了咧坐哦，迄就是咧浮力的业种现行。好，而且吼，对这世间的贪嘛，你会愈看愈清楚，愈清楚了，你甲我都用慧哦断掉。好，所以一定要发愿。坐，无你的，你的，你的业识我都净化，
这足关键的，啊，的问题啊。当然，刘作恭吼，这臭皮囊如何做功课？但是我没有这个臭皮囊的，也没有办法做功课。啊，阿内，哦，阿内，玩玩啊。哎，安尼叫我都宪法爱断，利用灭尽啊，涅槃啊。人讲生是总括，生是往咱八苦来的，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啊。阿哥呢，求不得苦，无因炽生苦啊。但是这。后来那七种人都一生来，所以生是总括，哦，生不从灭生，哦，因为吼无共类，哦，生甲灭吼无共类，哦，所以生不从灭生，但是。缘起缘灭，你两个起一个灭的念头，个生，哦，所以真正爱不生灭，哦，虽然生不是意灭，因为啊啦，生甲灭拢无共类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死啊，我甲死无共类，但是呢？死了才有生，对吧？好，同款灭不从生，好，无共类，哦，但是伊生，好，有生才有灭。虽然不是直头一生，你生个我甲死哪有共类？无共类，哦，但是是因为生了才有死，哦，再来，灭道不穷，哦，可及生，但是伊。苦集生，啊，就是人有食到苦，才是要修；人若无食到苦，吼，伊袂去想要修。哦，这是还佫靠悟性的人吼、哦。有的人吼、哦，唔知的人就是讲啊，鬼气啊，反正唔知嘛袂要紧，啊，就戆戆苦，佫再苦，啊，永远苦。这是有悟的人，有悟的人就是吼、哦，人讲伊会。四圣地内底啥灭道，哦，灭道唔是以烦恼苦来，因为啊无共类。哦，我有烦恼，那是道，但是实际上是因为烦恼，互你才想要修的。所以天台宗有一句话：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啥？就是涅槃，啊，就是虽然灭道不是伊苦集生，但是啥，是伊苦集生。所以所有修行人拢哎，所以苦就是所有修行人的老师，安尼知无？苦就是所有修行人的老师，所以一个人呢。伊细汉甲大汉唔捌苦过，安尼即个人歹修，啊、哦，规世人吼拢足顺利，唔捌食过苦过，即个人吼歹修，因为啊啦社会历练无够，
然后莲花哈、哦、不是污泥啊、哦，不从污泥生，但是是什么？依污泥而生。哎，再来，有肉，哎，然后无肉，无肉不从，有肉，无肉，不是以有肉生，而以有肉。想打坐，打坐是明白，打坐明代表无漏，伊是刻意去坐，对无？但是你无打坐，伊去无法度无漏。啊、哦，因为打坐明代表就是解脱，毋是？但是你无靠打坐，你个很难，打无漏，所以爱坐。主力不从他力生而以他力生，众生不从佛性生而以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请合掌。愿你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下。